一箱水果礼盒重7.5公斤，请问这箱水果礼盒是几斤几两？我们知道一台斤等于0.6公斤，所以我是不是先换算？我把7.5公斤去除以0.6公斤，就可以算出这一箱水果礼盒它是几台斤。除数的小数点往右边移一位，被除数也必须往右边移一位。75除以6，61得6，相减之后等于1。500下来，62，12，相减之后剩下3。50，小数点点好，6530。所以我知道这箱礼盒重12.5台斤。可是题目不是问这箱水果礼盒是几台斤，题目问的是几斤几两。我知道12.5台斤其实就是12台斤加上0.5台斤，所以我已经知道它是12斤了。那0.5台斤是几两？一台斤有16两，所以0.5台斤是不是我把一台斤去乘以0.5？一台斤等于16两，所以我可以把一台斤换成16两，所以这个算式我可以写成16两乘以0.5，乘出来的结果是8两。所以呢，它实际上的重量是12斤8两。